这是一届属于每个人的冬奥会。如果比赛还不尽兴，我的赛道上还有更快的风声。如果不在赛道上，耶！雪地也是游乐场。如果滑雪服要穿的不一样。如果滑都不会滑，没事儿，就像走路一样简单。如果连雪都没了，不会，多了点汗，等下一个冬天。冬奥的精彩不止在赛场，也在你我身边。阿里巴巴用云计算，全球电商平台，助力每个人打开冰雪之乐。让精彩每天出彩。